这是星云的护身符，是我亲手做的。对不起啊，真的很对不起，真的非常的对不起。要是我们没有这样见面，那该有多好。拜托您说不是您偷的，快点说。走吧，骗了我这么久的时间，可以当作没发生过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戏剧台，爱在乌鹊桥。